各种视频蛋糕，我们今天要来玩 Roblox Burger 这款游戏这一集第二集。好的，由于刚刚一个外国玩家趁我不在的时候，把我的房子的东西全部拆掉，他拆除大队是不是啊？我不应该叫他上车才对。真的是拆除大队，然后这是我私底下盖的房子，然后他把我全部都拆掉，我还有100多万，然后就盖了这些，然后买了一台车，然后我都不知道还有更新这一台吉普车，把它改成像那个礼车的样子。短行李车哦，其实我跟你们介绍这一台车，这一台车，来，等一下，不是这个，我把先开一下，然后它有 open roof，就是，你看到白色那个。来，我们来，一、二、三，只剩下车架。这行动像什么呢？那个越野吉普车的样子。好的，为什么我说那个长得像那个短型的礼车嘞？因为你看一下后面。算了，我先把它开出去。那卡住了，卡住了，被三角锥卡住了。好，把门给关了。你看，open roof。然后你看后座，其实这台车也是4人坐的。好的，我们今天干嘛体验？你看到我钱吗？原本十几万，瞬间不是原本100多K，然后瞬间变4000多，这样不行啊！我多赚点钱啊，在赚钱之前呢，先把改进一下那个厨房 kitchen，这怎么看几乎都看起来都需要桌子。我都没钱买那些好设备，就拆除大堆。OK。好。这个还有这个桌子 table，是要用，看一下，用这种形式，
两张，一张放那个烤箱，哦，另外一张就是我们切菜的地方，好，就这样，嗯，这个还有还好，我们的体，那个。 等一下，好。哦，多铺一层。 诶，好，嗯，没有我们的虫，这个人啊，单，那个单人床。 应该就可以了，来看一下，嗯，真舒爽。 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体力值。哦，好，我们已经满了。哦，动起来，动起来。 嗯，先睡觉。我们的饭还是零。嗯，抱歉，我没买电视，加上我钱不够，好吗？好，我们赶快去工作，开车去工作。有体力了，开车去工作。 我车子怎么被赶走？把救回来！喂，其实这台车也蛮快的。嗯，等红灯。这个红灯好像是有用。 我们先等一下，但是其他的玩家都会直接闯过去，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都不遵守台湾交通规则。哦，我就停在。这里了 OK 来走我们坐十个就好我们要先到不知道哪个地方直接穿越过去吧第一个，哇，这屋子蛮帅的。这台机车也太慢了吧！好，我们就停这里，然后拿我的拿披萨吧。好，第二个了。好，我们先跳过吧。好，第九个，快快快快快，最后一个了。哇，已经下雨了。啊，卡住了，从这里出来呀！疯狂披萨小弟。哦，怎么那么远呢、啊？该不会送到山区了吧？哦，到，好久。嗯，快走。我们已经最后一个，好，我们可以走了。好，雨后雨过天晴啊。我们原本工作要结束的时候，啊，结束4000多块。好的，那我们时间也差不多要结束了，买个东西吃一吃，喝可乐。好。等一下，我遵守法律才对啊。还有跟我一样吉普车的，好，我要去付那个缴税了。好，
我们去买单吃冰淇淋，吃完冰淇淋就可以结束这一集。唉，好，好没听好，好听好了。你们排队是不是？我要先，哦，都四块。有点不饱，吃一吃，吃一吃，嗯，好吃好吃。好，过一下，我们就可以结束了。这真的长得像列车。然后，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请你在底下按个赞、按个订阅、订阅一个画面、一个小铃铛。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意见或想法的话，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哦。刚好绿灯了。哦，好，各位观众，我是贝子，然后我们下期再见，拜拜。